大家好，咁今次介绍火炭站，唔系火炭站啊，马场站唔系马场站啊，系沙田站，沙田，好啦，滴咗呢两樽先，OK，掉去床度，耶，冇玩我嘢啊，火炭，咁暗嘅好似。OK， 咁上集咧，唉，我都覺得咁樣打直會好介紹啲嘅，但係變相咧，我又好難去揭啊！咁咧就係2015年9月嘅版本啊，好難講嘢。咁就係2015年9月嘅版本，咁個背景啦就唔知係乜啦。顏色主調好似係乜鬼塔喎，唔記得啦。OK， 係咯，主調紫色啦，應該咁就各條路線嘅顏色。OK， 一揭開第一頁就係街道圖。OK， 咁咧個車站咧位置就應該。下線，唉，翻身啊，好攰啊！嗱，係見到沙田圍站嘅，咁個車站位置咧就應該響，好難睇佢啲白色線嚟嘅。S3T3，好難睇嘅，同埋 T4 嘅，係啦。咁啦 ，OK， 咁第二頁咧就地標，咁暗好似，有幾暗咧？跟住牆都有啲暗喎，係咪啊？好暗。咁跟住咧就係地標啦。唔得。I bet 啦。OK， 我哋調翻轉喺呢度，係啦，咁咧地標啦。嗱，唔好唔記得揾翻地標嘅位置。列車服務時間，係啦，即係嗰句啦，俾翻車開咗前5分鐘係唔可以入閘嘅，大家謹慎啲啊！記得港鐵熱線2881888，沙田站嘅熱線2605-3577。OK， 咁跟住嘅時候講講。係咯 ，OK， 咁跟住位置圖，位置圖，哎呀，位置圖，一條月台咧就係往羅馬洲啦，34號站台慢慢月台咧就往紅磡嘅，咁跟住嗰呢啲啦，係啦，係啦，行到北邊城下上車之後咧安排，柏油山、西灣河、筲箕灣、尖沙咀、尖沙咀，其他自己搞掂曬，唔好上嘅。即係唔知嗰啲咩路線圖啊，唔講啦。